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清晨，在心系着万里之外日本工程的午后。世界跟阿根廷一起目睹了一个足球的巨人被截杀了伟大的梦想。当巨星颓然倒地，当男人像男孩一样哭泣，在这个时候，不管你是否喜欢足球，是否喜欢阿根廷的足球，想必都已经感受到了心灵的震颤。四年一度，我们又想到了，听到了同一首歌。阿根廷人并不喜欢这首歌，但是在今天，现在，全世界所有喜爱阿根廷队的人们，都想哼唱起同样的歌曲。他们每一个个人，通过足球，通过个人的奋斗，在世界足坛广大的范围内，都赢得了尊重和爱戴。但是当他们集合起来，为国家和人民，为饱受经济危机困扰的国家和人民带来欢乐，带来鼓舞的时候，他们却无能为力。今天的阿根廷队就像昨天的法国队一样，带给了世界足球、世界的球迷难以掩饰的内心的怅惘和心酸，就像他们自己的球迷一样。足球场上、世界杯赛场上面的胜败荣辱，就像人生的悲欢离合一样，带给人们极大的心灵深处的震颤。球星们流下了眼泪，而巨人还在关注着他们。这就是阿根廷队的足球，这就是阿根廷队的失败。所有喜爱阿根廷队的球迷在这个时候，在今天，都想哼起那同一首歌。Love.